阿伯而家嚟到曼谷旅游圈大热嘅 Icon 梭岩啦，即刻带大家去睇睇。呢个系室外有冷气嘅 market。大明哥。大家睇下泰国著名拿拉亚旗舰店，居然仲有下午茶噃。曼谷 Icon 梭岩购物商城，官方中文名称暹罗天地，于2017年成立，拥有来自30个国家、500间商铺以及100间餐馆，毗邻 Chao Phraya River 河岸，打造绝佳景致，结合购物、酒店住宿、室内市集，创造出一站式嘅奢华度假生活。在曼谷，多间酒店与码头都有免费接驳车或接驳船可以前往的。大家睇下，连个厕所都靓过人噶。阿笨而家去用餐嘅 Nara Thai Cuisine 系号称烹煮手法正宗嘅泰国餐厅。喺下昼5点之后，室外用餐区就会开放，俾大家一边用餐一边欣赏河岸夜景。我哋而家就要開始食呢個麥晏餐，呢一個 Thai milk tea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啲泰文應該講乜啦？冇嘅，冇嘅，食啦。嗱，呢一個湯咧就係頭先阿 Wilson 佢介紹俾我哋嘅，佢係酸嘅，試下先。我覺得酸得嚟咧，有啲似我哋過年食嘅菜腳。是啦，菜腳嗰種味啊，係啊，咁入邊啦，佢都不得好均勻啦，有呢個好似係菜脯蛋咁嘅感覺嘅，另外仲有啲蝦啦，係啦，都幾濃郁，幾好味下嘅，唔會太辣。呢一味咧係攞咗米其林炸到熱辣辣，同埋好酥脆。咁我覺得係一個豬肉丸，豬肉丸表面咧就有啲炸到脆脆嘅鮭魚仔啦，係啊喺上邊，咁有少少辣嘅，嗯 ，OK 嘅，對我嚟講係鹹咗少少。嗱，咁再嚟咧就係呢一個藍色嘅，呢個其實唔係我哋馬來西亞嘅蘭花糯米飯嚟嘅，係佢哋嘅炒飯嚟嘅喎，睇下先。
嗯，好香，有一种八方金的那种香味。跟住呢一个咧，我想起台湾的蚵仔煎，要点一个好像是又甜又辣的酱的，食下先。嗯，个酱太巴味了，其实可以不入酱。开饭啦！就已經在曼谷的第一日了，過了 過了一半過了半日了。So far 呢，其實都好彩有朋友帶我們去玩，就不至於好像盲頭烏蠅要周圍走去的。好啦，咁食完個飯之後呢，我們等陣就要去查都拆的 market 啦。